你的划算呢？你再说遍，你划算不？给你们看看啊，小豆豆回来了，出去了十天半个月，还记得这里有个家，还知道回来。爸爸，一天都搞那些破烂。哎，你浑身上有点零花钱，你都老花在那些东西。你觉得划算不？我觉得划算呢。你觉得划算呢？你再说遍，你划算不？同伴。爸爸，你在这边，这方面。你咋不去呢？这都会要去吃吗？吃。俺和你解决游戏。你还和我去吃？你现在要吃。我都哭，我又到厕所啊！你和我不会哄回来啊？嗯。傻瓜，站着在那儿让你哄。嗯，你都忘了。今天煮这个肥肠啊，都是剩的最后一点了。上次那个羊肉啊，戴飞他没有得到吃，然后今天这个肥肠我只给他吃掉算了。可以给他炒一下。我有时候挺讨厌戴飞的，摆弄他那些破头烂铁，让我喊他，他一定是听不到。你放屁！不是，喊你几次都不答应。我别给他专心思考了啊，我一心不可二用。都跟我对你是一样的，一心一意的。耶，不要在那吹死牛！你以为你纯粹我一心一意，我都感动要死要活的哦。你以为我还是18岁小姑娘？你还是18岁那么年轻。你这几天有点太潮了呀。那是因为我买了很多破铜烂铁，我怕遭你说。你也晓得人家是破烂呐，你也晓得人家这样是花钱的哈。你过的这零花钱的全部买了，买了。哎呀！那个肥肠之前妈妈洗得很干净，从我们自己炒就行了。加点火锅底料。他煮了个半两个小时。我终于要火锅了，我吃个带飞去接盼盼了，我先把这个粉条煮起来，盼盼回来的话就刚好可以吃。还要加点土豆，虽然它煮个10分钟左右，可能就差不多了。作业多快就完成？不多。不多。快吃完了就再煮哈。洗锅吃饭，带飞，要吃饭了哈。放点葱，都搞两个破烂。大爷，你走哪去？吃饭呢，吃了再说。快点，我给你煮的肥肠还有红烧肥。吃饭了。吃都要吃饭了，你还跑？还能他气的那表，哦，我现在在慢慢倒，倒不出来呀、啊。隔开呀，你隔都不隔，你倒得出来吗？嗯、你是莽子吗？还是倒不出来呀、啊？倒进去噻，看嘛，要偷两下噻，拿过来。你那么笨呢、啊？哎，两个都是鸡肋的很，打开吧他。晓得。下次没个干啥子啊？不是他，我是说他要飙出来。他要飙出来哟、哦！哎，要不要的？我妈妈，我要喝咖啡。我要打杯，姐姐都喝咖啡。少喝点儿。来，我们干杯，看盼来，我们干杯。来嘛，干一杯我们。来干杯，爷爷来，快点，我们干杯。嗯、来，碰到谁盼盼？来干杯，爷爷快点噻。嗯。
干杯！干杯！太酷了！嗯，不酷，哎，我过来。好酷呀，气泡水呀！嘴巴里面。